今天摄影师说他想吃海鲜，果断买了条美鱼，今天给他做个不一样的美鱼，我们先把这美鱼处理一半手。喂，这肚子哪还有这么多鱼？哇，这么多小鱼，这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呢？弄了十几条鱼出来，鲈鱼我们洗干净，这个磨囊果然有大用，先给它放到这儿，再把它所有的肉全给它切成颗颗，然后我们再给它砍成蓉蓉。鲈鱼砍蓉之后，加入墨汁，给它整黑，再给它打个鸡蛋。鲈鱼肉放了一晚上过后，我们换个蓉蓉，后头给它抹点油。哦，巴适，润滑。放到这个小中中的去马大黑，筷子还插一半手，放到砂锅里给它蘸一半手，蘸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现在开吃。把这滚滚给它扯出来，好，现在把它弄出来。感觉还不错，蜂窝煤已经煮好了，我们来吃一半手，看味道咋样。嗯，说实话味道不咋样，但是能吃。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，小白如果要做的话可以稍微放点其他调料再喝，今天这个啥子都没放原味的，吃到不咋地。